就先听前奏，来想想看这一首是谁的，各自听一下前奏而已哦。嗯，好，觉得是谁的？听不出来吧？周嘉乐，我数到三一下，一二三，周嘉乐，嘉乐，俊豪，他感觉比较轻。有一个人答对，好，我们再听下一首。俊豪的咯。哎，这听起来像阿达里的声音，这应该是我。听起来像阿达里的，这样是阿达里，这么有默契啊，像阿达里的。反正我已经公布了，这首就是阿达里的。直接听完哦，直接听完，来，直接听完。阿达里的，一种球星阿达里，我们会寂寥过去。我是一种球星，要做阿达里要过去。不错啊，阿达里，来发表感言，感觉蛮好听的。阿达里，他念念前面一直在念，我觉得要念到不好听。我现在听完，听完。可是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想到说我是挑曲，可是我刚听完，我就觉得是蛮准，所以有阿达里的感觉。我们正常的。来一首前奏。哎，嗯，国军觉得是左边右边？加了的，确定？对，加了。是刚跟滴滴有关，现在慢慢讲下去。有水深火热吗？我觉得比水深火热好。谢谢谢谢。好棒。那我们给你们看你们的那个完整的口号好不好？可能会比较知道我在唱什么。先从国勋的来看一下，国是赵勋，对对对，击中球心，咬中阿达里廖国勋，加的 power 周家乐，打你的火热周家乐，哦 ，Kido 周家乐，红的帮我们加俊豪，毫不保留，然后越打越好，毫不保留俊豪，对对对。好多好哎呦呢，是不是？啊，不可能有俊豪就接在一起，很溜。小小思，就是我希望这首歌以后能播的很多次很多次这样，然后播到我自己都听腻了这样。俊豪，我就一句话，就如果上场播这首歌，每一球都是阿达里。哎呦，就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就是毫不保留的进攻每一球。嗯。就这样，一句话。Hello， 各位汉江家人们，今年的球季已经开始了，然后请大家可以进场为我们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